来的啊，苏来的谁开的？因为穿黑色比较性感啊，这当然了，你半小时没来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Leroy， 我是 Marcus， 我是宝宝，我是 Marcus。很简单，你们就已经知道这个 video 的标题是什么，看那个 video 名字跟后面这边的话，你们看一下。人家不会跟你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拿金马奖啊！很多人要买这个米奇尔的这本书，但是你们买我还没有看到喂。我这本呢，就是靠 Red People 那边买得到的。谢谢 Christopher Damman。哎 ，Damman。Oh my god！ 快一点。不要看，我们留 video， 那个。所以我跟你们讲哦，你们今天看这 video 哦，你们将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生。我等很久了，我们是来看第一面的。我操！还有签名而已，这个签名是真的哦。这本书的它的质感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很完美的。这是什么？整个就是真的是很好摸了。OK， 来我们随便开一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你不要，你不要动我噻！我操！哦，这个是啊，你这个很难解释的，要多条纹，让我们一个一个这样试一下。啊，你在里面找出最，我觉得美。嗯，这个你比较做不到的方面。我很好奇，这个这么穿了内衣要再穿内衣？啊。羡慕哦。没有，真的。我才羡慕呗。真的，这个够力哦！这张照片，我操，可以吗？如果他的裤不要买小一号，说话很说话，那证明给人家知道他瘦了。讲真的，米奇尔真的很美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美。我操！他觉得你要穿这样看，这个是艺术，艺术。OK， 其实我要讲一个故事啊。哦，来来来，因为我上次不是去旅行，然后我本来要买套泳装，就是幸好我没有买的。怎么呢？真的这样穿起来不是这样的咯。哦，这就代表他是真的有咯。对。Conclusion， 真材实料，照片没有骗人。嗯。哎，最顶的还是这一张。睡觉都可以很美。啊。可爱 at the same time 又很性感的是这一张啊。很漂亮。真的是很美。Yeah， 真的。嗯。你看他也闪了一块美。好快，你找到你快点，你骑又来了。所以这本书不是全部都是这种哦，那不一样的东西啦，至少还有normal的照片。啊，这个。我这样子翻到来了，我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。印象深刻的 ，OK。就这个可能没有太过于的，没有好像太暴力这样啊，好像刚刚醒来这样，然后帮你准备早餐，然后就直接拿给你那种感觉。我们现在就给录了看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将会是今天最幸运的男生。你们知道谁是米奇欧吗？有这样子。你知道他有拍什么照片啊？写真。我手上有，你们相信啊？一定啊。真的。哇！哇！很想哦。我妈妈会不会骂我？好了没有？这个呢？好了，哪一张？哪一张？这张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穿黑色比较性感。感谢我喂，真的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。你现在看过去。对。看过去啊。书来的啊，书来的可以看了。哇，你买这样的书？哎，你知道古晋没有什么人有这本书吗？在台湾啊，谁知道？你给我看这样的书，你我的才能是没有拍这些东西的。哦，这样算了，好了。就不要跟我 pause， 跟你讲。好，不要跟我 pause。OK， 好，我不要 pause。Hey good。Hello， 你好。你今天将会是全 AMO 全古晋全马来西亚最幸福的男生。因为我这边有一本。只有马来西亚一本的书。OK， 害羞。害羞哎，你什么害羞呢？很漂亮。很漂亮，什么很漂亮？啊，这张很漂亮啊，什么？这一张？对，就是这一张。你不要假假啦！你半小时没来，好吧？原来是你。好看，好看啊我。那这样子撸着我，当然是这张。哦，这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线条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？啊不是，不用躲躲藏藏啊！米歇尔其实现在还有出一本写真集，你看他的 cover？ 因为你先看他的 cover 先，没有，你选出一张你觉得最夸张、最性感的一张，不应该不会很松不是 ？OK， 哇，看完了。
你应该问我比较会选。One eternity later， 哪一张？哪一张 ？OK， 这是第一张。OK， 好了，我们什么原因呢？你看他屁股翘。这次换谁了？为了拍这个影片呢，也是我的错了，是我没有跟我女朋友讲好说我会拍这样影片呢，就拍了一半，我女朋友就是跟我说，为什么你要拍这样影片？我要给观众看这本书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这本书哦不容易买 ，OK， 就在台湾的那个 website 才买得到，所以为了你们，我买这本书给你们看，他还是不肯，那我就想说 ，OK， 好了，我就跟他谈很久，好了。你朋友嘛，我们要听他嘛，是不是？他就跟我说把这本书送给朋友，我没有这本书了，然后那本书有他的亲笔签名，我也没有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记得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要 like 还有分享给你朋友看，对我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牺牲。